8月11日晚上，人气男子团体 Seventeen 因 KCON 演唱会行程，经仁川国际机场出发赴美国洛杉矶。当天，为了能亲眼目睹偶像，粉丝们早早前来机场等待。Seventeen 成员们一现身便闪光灯不停，展现超强人气。为配合记者拍照，成员们依次排开，配合度超高。进入到机场之后，更是一直与记者挥手问候，相当有礼貌。据悉 ，Seventeen 将参加 KCON 2018 in Los Angeles 演唱会。魔方全媒韩国报道。